台，心情也是百团后中之台。我未了向我眼刀，心存野心，还是红烈性命，红了之意，乃是个刺杀给你。我未了，天哪！你竟然将我说死，你真是太过惜命了，秋露。东方公，你听我分说，我定会是杀你凶手。发现着小公主已经满面通红，彼时的我就惊我已经中计，所以我急急忙忙要离开后宫，现在就在此时，武士出现，竟然抛弃着公主，一口家庭，都是我害死着公主性命，我最近真正是冤枉，我连一只狗也都不敢甲伊打死，我哪有可能伤一条人的性命？我有想，因为什么要你死走？有可能是因为我狗叫比你开，伊心存不乱，所以才是出冤头。是，冤好你死。我就知影，奉叫你母仪